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5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6轮的一场主将之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广西华兰队的主将外援李世石九段和贵州百灵队的主将石月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依然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围甲比赛啊，这是第16轮。那李世石呢，作为外援，到我们国内下这个比赛，看来我们这个围棋市场比较火热。就韩国的这个外援，这么强的外援也过来，然后参与到我们的围甲当中。对，他是代表广西队，是的，主将。这个跟正好碰到十月，大家来欣赏他这个棋局啊。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下的时候呢，十月当时应该还是中国等级分第一的，李世石呢当时是第二，所以说这个我想这两个人下棋一定很好看，而且本身他们的棋也是属于那种好杀型的，好战型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啊。然后棋下了一个星位在这儿，错小目，这是最近的流行趋势，下的特别多啊，每盘棋都是错小目，然后挂角。对，走的这个这是总算没有手脚。十月走这个棋，反正是这以前是过一路，现在回来一路，这是都是有研究的。是的，中间的这个变化什么，反正退回来一路看着是怎么个变化呢？它主要是有那个套路，这句一句话我给大家说不清楚。因为要变化摆的太多，中间有很多说头，它主要是后面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怎么定型啊，它有关系。没错，怎么出手怎么，因为这个呢都是属于比较进一路高回一路，是属于比较高等级的什么专业棋士啊，他在那儿研究的，我们就现在不说啊。其实我们现在都跟那个胜负没大的关系。下面挂这个，走这个，这是普普通通的吧？对。这样走这个，当然你走这个，它加工当然也有。还有说是单挂的，这个定式多种多样，是吧？对。多种多样，黑棋走的这个，黑棋拆三逼住，然后白棋跳起来，对，黑棋大飞，对，这个是李世石白棋啊，他这么选择的。你这个以后呢，这个地方有打入，这个也有，如果你力量不够呢，很多什么什么往下一跳、往下跳一个是吧？那么补一补，这都过去的定式，这个居多，但是这个时候，在那个形状啊，它是打入的。这个好像也是近来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打入呢，就是说这个打入在这个缝隙打呢，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长形往前跳一个，它会这个，它说这个，它说我要走这个，是的，它希望走成这样。这样呢，在这一扭十字一扭借力呢，我在这个地方总能腾挪出一块棋。打散你。这个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的，没错。所以黑棋不能让他得逞，是吗？黑棋这个定式他就不会这么走，他知道你要碰三三，他就没那么下，他是走的是尖一个小尖，这个是也是比较狠的才会尖一个，走这个尖。对，那么白棋这里呢要贴起来，对，应该是贴起来。你要是靠压的话，他会挖。对，挖一个，没错。那贴起来的时候，刘老师，这黑棋这个时候它能不能跳出来呢？跳出来那就不一样，它那个跟着出来，它你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样，还是长还是跳？它这个啊，就算长一个吧。就算长。这样。这里面不走这一点就麻烦了。那就跟着走一个。对，那它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他砸钉，这个地方有挖。是的。这个地方有拖。所以这个战斗对黑棋来说也不见得有利，是吗？这样喜欢白的会多点。喜欢拿白棋。对。他本来呢就是，
这个打之前如果说单砸定的话，可能下不成这个样子。嗯，他说黑棋不会给他机会这么打入。对。他得先打着两下，还是有好处看起来。对。而且接下来黑棋比较头痛的是这个袜怎么补他的？嗯，形状不好。是的。这个白棋的下法多，他这个地方下面有托，这边有袜。嗯。他把这个形状补，这个他可能不会这样下。嗯。这个是黑棋不愿意的。现在白棋贴起来了，对，贴一个，所以一般都是搬这个的。这个之前也有好多人下，这个形状出现过。对，这个时候再做这个，白棋单靠，对，靠住。这个时候你要再挖，它就形状比较好了。嗯，因为你这个吃两个也没意义，被它抓不好，你粘上的被它虎正好，这个是白棋希望的。和刚才不同了。和刚才不一样，刚才你袜粘着这个贴，它不是扳的，对，形状不一样。这个棋呢，它就是袜的这个，这是对的。这个棋啊不能袜那个。现在就实战这样，袜这个，袜这个，这个对，这个是正确的。哎，下法打吃是粘上。如果你是这样吃的话，也黑棋就也希望这个打一个，那很满意吧。对，打完了，然后这两个先手，是吧？他可以小尖，也可以团。就这样先手就完了，挤掉。对，你把这个提掉是吧？对对。就提掉，大概这样。这样的话，提掉他补一个跳起来，那个黑的很好，是吧？对，他比如说现在跳起来，把白棋把这个提。对对对对，白棋提这个你跳，那个黑的形状但好，他先手那样，这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棋我看啊，这个是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该白棋，白棋不能吃这个，吃这个它是明显亏损，它不满意，这个、对，它要吃这个，它要打到底下去，它打底下呢就和刚才不一样，你一个，你没那么多便宜，是吧？对，是这样，黑棋长的，对，它是说你这样的。这个棋下成这样了，应该说你要不走，我贴起来，白棋当然大很多，对，和刚才差很多，是的，是吧？但是黑棋有这个棋，它可以冲一个，你这个棋呢，你不能这样。打吃的话，黑棋是不是要拐下去？拐下来，这白棋粘不上，粘上的话被人家打了，从这儿一争，争死了。对，争死了，那正好争死，那有黑棋没白子儿，啊，对，给争死，那这个就崩了，这不行。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下完之后，据说，李世石给十月摆的变化，就他说自己看错了，看错什么了呢？他看的，他以为黑棋拐下去，他接上之后，他打完了接上，黑棋不能从这儿争死他。但是他没有注意，从这儿可以射死的。搞笑话了，这有点开玩笑。误算。这十月觉得很吃惊，我觉得别人也会觉得很吃惊的。对，这个是真的，这样的话就有点笑话。这个因为他一般不容易出这个，那就是走成这样，你不能打，大概就定性成这样了，就这么回事。再长一个。对。但是这黑棋这长到这个，觉得挺满意的啊。黑棋挺满意，当然也没有说白棋好的那不得了，对对对对，也不能说棋局已经结束了，也不能这么说。对，不管怎么说，白棋也先手，是吧？是的。黑棋只是非常厚，可以不错，这个后面你白棋要凶一点的话，你也可以进入啊，比如尖冲之类的。现在就进入。尖冲啊，尖冲，尖冲黑是不是黑棋要贴起来呢？在这儿，我想是。你再有压，你要吃，那么要吃我的话不容易吧？爬到底下好像也不太肯嘛。对，我觉得尖冲应该是正常的吧。下一步，要白棋是跳还是尖冲那个，或者再走这个，那这个就再说。可以再反正尖冲我先说是应该，要是我第一感先尖冲他一下，对，再说这面都已经给黑棋走很多。很厚了，干脆就尖冲。吃我的话，我还欢迎呢。你要来想吃我这个尖冲的子，我很欢迎。能尖冲一把，然后再走也会好一点。对。我想是这样，也许。李世石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吧。李世石。嗯。李世石他是直接。他实战走的这个。直接走这个呢？
直接走这个被黑棋封 A 呢，就以后再尖冲还真的是没机会了。再尖冲人家可能要反击了吧？你不，我飞这个啊，飞一个。你再尖冲就不同了，他还真有可能就贴出来了。嗯，那就不一样了。对，你这个贴下去是不是需要点勇气？哎，对对对，这个就不一样了。敢随便贴下去吗？现在，那你既然飞完那个，就不会尖冲了。嗯，你，所以实战他就直接就这个空就给黑棋了。对，他就算了，反正这个就给黑棋压缩两下算了，他宣告。他是压的，对吧？白棋压一个，压一个，他长一个，长，他再压一个，是吧？嗯。那黑棋就搬起来喽。是的。就这样。连搬。连搬。啊，撑住他。那么厚了，那么厚。对，这空全部是宣告姓黑了。哎呀，都是我的了。对，这个打他又不肯，这还再长一个，是吧？对。下那白棋围那个空。嗯。这个比较单一。嗯嗯，就直接就这么走，也不玩花的，也不中间不走别的，没想点招出来是吧？你一般可能柔和一点，就尖冲完了再尖冲那个，可能下的人会多点。嗯、现在这样呢，我就互相围，嗯，单一的，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啊。嗯、李世石就这么来了，但是那个棋，如果你粘上被他走一个，那当然是我认为是挺好。如果你是说黑棋补一个，然后白棋中间摆一个，怎么摆一个吧？哎，对，摆在这儿，哎，嗯。这个倒是你，只是厚在里面，倒不见得好。对。那个挺太大了那个。嗯，这白棋看起来这个阵势还是相当可观的。那个配合比较好。是的，是的。所以黑棋不能让白棋下成这样。对，黑棋不肯。嗯。十月是走的。十月走到这儿。对，他是不是往那？如果往里走一步啊，强一点也有人往里面走啊。如果你是往这儿分头，他肯定不会拆那个了，他会逼这个。如果说你敢拆二拆进去的话，嗯，他会震，他就会震一个，他会震。嗯，这个在里面呢，就是活是死可能不容易死，但是呢你会很惨。比较难受。哎，你搞半天，东撞西撞，你会惨，嗯、付出的代价还得不偿失。对，是的。你可能也只能跳一个之类的，大概是这样，也是一种选择，就是说，嗯，你别拆二了。你大概跳一个吧，哎，大概是这样，黑棋跳起来，跳，大概是这样，嗯，也就这样吧。这个选择也是一种，嗯、不能说黑棋没有这个下，这个下法也可以，嗯，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但是实战它不是这样下的，它是过来一路，柔和了一下，这十月啊，他是直接，对，他下到这儿，对，啊、他你这个是肯定是要走这个。这白棋必须得往这儿逼，你现在不能往这儿逼。哎，对，他太远了。关键他第二手他先拖，他拖这个。哎，拖一个呢，这个是一个常用的这种手段。如果你吃我的是中了他的下怀，嗯，你如果吃我，我就不对，你不对了。哎，如果吃他是这高兴的，哎，对对对对对。你要接上的，我再不不，他就是想呢借用这个子送一颗。对。一般是什么哈？是你想走上边，拖下面。嗯，你想要就是说走向自己要强的话走上面，嗯，如果像要我是的话走就上面靠一个，嗯，现在这个是当然黑棋最好了哈，对啊，我们看实战，如果实战是对拖一个，你如果搬我一个，假如你搬，那你不能吃我就搬一个了，嗯，他退一个先手是吧？对，大概得接。哎，比如说他这样走一个，或者是，这样他。这觉得好像黑棋活得很容易嘛，看起来。大概你这样他就顶一个他。然后飞一下。飞一个，嗯、活他就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活一、嗯。很舒服下的、啊。他就活一下、嗯，他就想赶快定型，嗯。对。那么实战他是走什么呢？实战是。实战白棋逼的时候，黑棋拖，然后他就长了一个。嗯、长一个，李世石长一个、啊。他不想给黑棋有借用的意思。哎、不想借用、啊，不想让他借用。对。那么黑棋接下来这个子得处理啊。对对。那拆一呢？他心有不甘，他觉得被人家尖顶了不舒服。对，这个行。如果你靠一个，他会挖。哦，是这样。对，如果你靠住贴的话，他靠挖。黑棋就挖一个。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呢，就你要上面打呢，就等于转换了。对对对。嗯，他会这么下，嗯，
那么这个棋白棋是先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啊，他先靠了一下，这下的次序挺巧妙的，我觉得这个棋就是在这个时机是好、嗯、好时机，没错，哎，因为你这个地方有个断闸，嗯，是吧？你怎么选择呢？你就打掉，忍耐一点，就这样了。然后把棋打吃，对，先手实战也就这样下，嗯。这个白棋便宜了，嗯，这个便宜点，但是你上面呢，这个有虽然有点毛病，暂时它很厚，它不怕，嗯，这是白棋应该说算这个地方算得分了啊。然后白棋继续，他觉得这手棋太大了，他点一个，点一个，对，提掉，提掉，这个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下，白棋打吃，粘上，把这个子争死。这步棋确实很大，因为破掉黑棋好多目。不是，他那个地方有打吃，他怕他贴了断。哦，他怕黑棋直接给他贴过来，直接贴，你不能扳我断，嗯，变得紧着气，嗯，算一个大棋，嗯，的确不小，嗯，但那个地方放着不走，这个放着不走也是，一般说在那儿定完型，再走这门，但他怕落后手，嗯，你要是只是靠他会挂，你要砸定的话，他爬完之后。走完了那个地方，你脱先的话，这招棋也变大了，嗯，干脆不走了。这个下的也挺强啊，是吧？这样白棋我觉得吃掉也抢个大的。那么黑棋怎么办呢？黑棋现在飞了一个，黑飞一个啊，抢角。你既然不走呢，我也得走啊。对，把角给先拿掉，然后挡住，对，立下来，对，飞一个。这个飞一个是比较强的，那就他会冲断这样哈、啊，他不会爬了，爬了被你顶了。他那个飞呢，其实拆一个也可以考虑，就之后这个不下是吗？哎，对对对对对，哦、你比如说在这儿拆个三之类的，就哎对对，黑棋就白棋拆三，白棋拆三，对，拆三，在这拆个三，啊，这个就比较缓和了，缓和，再以后再飞再说，嗯，也可以考虑吧，对，这样大家。朝着细棋走，嗯，就可能收官了。现在这棋很多下到收官的少了啊，现在好多都是中盘都解决问题。中盘解决战斗概率我不知道统计过没有？中盘解决战斗的比例是多少？非常大，反正我看。对，真正过去像李昌浩那么半目胜负的少，越来越少了。嗯，越来越少。对，就直接力量现在是拿力量说事儿，就力量先拿。力量大的，反正你在中盘就已经结束战斗了，不需要再收官了。对对 对，关子都很简单了，都变得。嗯。实战白棋在这儿飞。对。现在。在这儿飞。嗯。对他串。那么。这黑棋无论如何也不肯爬过了，这爬过被人家顶了扳过，扳住他了。对，这外面白势太宏大了，所以黑棋必须得冲断他。冲断是也是个时机，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飞呢，冲断也是力量啊。嗯、对，冲断对，挡住对，然后黑棋断，这个好，打吃长一个。这个时候你如果粘上是他希望的。嗯。那粘上白棋粘，他拐一个，他拐，哎，人长。对啊，这个拐完了，他在这个地方一飞，嗯，还真的有点麻烦。这个棋白棋有点麻烦。白棋这三个子怎么办呢？对啊，这个棋是真有点麻烦。嗯、不知道，这有点麻烦。对，这个应该说，黑棋有利。对，是这三个子，嗯，黑棋有利。对。所以呢，白棋他得想点办法，他不能这样单单的粘上，他实战呢是在这儿先贴了一个。那这个时候黑棋有两个选择、嗯，如果你吃这个，他会这样，打吃长，再打吃一下吗？再打吃啊、哦，那再来一下，再加一个，这个是白棋希望的，嗯，弃子，这个挺好。然后他走到外面了，他这弃掉的目数很少。就只有这几目棋、哎，这个倒是白棋可能，挺成功。这样，嗯、这你吃的那个小啊，对，没多少，是的，都可以弃掉。这外势还是很可观的。对，这样好。嗯。所以实战呢，黑棋必须要长出。黑棋就长了一个、嗯，这个不肯。刚才那个图是白棋挺满意的。对对对。嗯。他就长一个，不给他走那个图。嗯。
尝一个呢，这个小地方不在意，就弃掉。对，弃掉是吧？弃掉，那给对方了，是吧？这期这个不对。之前呢，这个地方是爬过一个，千万不能对这个不能漏掉，不能漏掉。可是在之前的时候，它这个飞脚飞三三飞三三之前就爬到一下啊，这个次序我们不能给大家漏掉。那个还跟后面作战相当有关系的。是的，在飞三三之前就爬了，因为它后面爬有可能爬不到了。对对对，爬它是要搬的，然后再飞三三，这样走成一系列，后来就一样了。对，就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黑棋接下来面临选择就是。你是要接下来是攻杀这三个子呢，还是往中间去？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究竟怎么选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好，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围甲联赛第十六轮的主将战，由李世石对阵朴廷桓，是十月啊。对。那么。刚才呢跟刘老师给大家讲到，现在轮到黑棋下了，黑棋的选择怎么办？是拐一个还是飞下面？这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选择的时机。如果你往这个地方走，这是一个常见的，大概是这样吧。跳一个。对，那这个中央的白士会不会太大了一点？白士不小，那就是说关键这个地方，他以后往这儿走一个，他还是有味道。里面不干净。对，有没吃干净的，因为这个还是很大。当然这是一盘棋。这中央如果说这么围起来的话，看起来有点巨大。但是黑棋没有不愿意这么下。他不愿意被人家飞到一下，是吧？对，在这儿不愿飞到。这个十月下的很强。其实要我选择的话，走这个走上面我都犹豫。挺难选的，挺难选，但是他选的是个比较狠，他拐一个，拐一个，是的，拐一个的话，就是说你，我很想那个挡下，如果没危险的话，这挡下来是个先手啊，白棋挡下，那里一冲一加22，不是就死了吗？嗯，但是现在挡来不及，现在如果挡黑棋，就肯定是要走这个了。那现在杀气，杀气应该说白棋。不占便宜哦，你杀气就是最狠，就冲了家了，冲了家，对啊，就这样，对，这是最狠的。但是如果这样，他就算笨办法走这个，气应该不够，你只能吃我一个吧？对，只能吃，那就先手滚包，对啊、先手，哎，对，不管先手哈，对吧？对，先手，他就在这儿，那这气肯定够了。只要能滚着一下，无论如何气都够了。这就快了，这就快。这已经黑棋五气，这单数数气，白棋就已经差一气了。对，这就快气了。是的，这样的话是黑棋能杀，那就说这个简单的方法的，所以这个暂时不行。对，暂时不可以。不能这么下。暂时不可以。暂时不可以，就是说，那只能拆，往外拆一个。得往外跑啊！对，往外跑。不能说人家拐一个，我这三个子就死了，那这个也太……他是走的上，走这个。走的上面这个，白棋走的就挺狠的，这个黑棋也是相当强。我是担心这个，就说你的尖出来是不是你黑棋在中央，就一定可以？不知道这个棋，我总觉得是。您是说白棋要尖出来？对，就尖出来，对。你那个地方，首先你靠不断，这就行了吗？这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白棋就这样，不是作战，你上面你也得处理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可以下。这白棋尖出来之后，不是已经出头了吗？黑棋接下来要怎么办呢？黑棋无非就是这样了，无非就是你这个往这上这样。那白棋不是前途很光明吗？就这么压呗。是啊，你中央你要怎么处理的问题？是的。应该说可以下，可以下，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你，我觉得白棋应该这么下呀。这么下的话，黑棋要考验中央的你的手段。这个地方有手段吗？没看到有什么合适的呀，就特别厉害的没有。特别厉害的就是这个了。这个大不了度过。二路搬过。那有什么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下来没怎么样了。没有什么，
是的。你两个顶都没有用。嗯。我觉得这样下挺好啊。没错。这样可以啊。嗯。他没有这么下。这个是，其实这个如果就朴实的兼一个，嗯，就考验实业在中央的一些那个处理手段了。对，就看你拿什么招出来。对，在那儿。对对对对，他没有这么下。嗯、这个李世石是担心什么呢？他是二路挡了一个。嗯。二路挡，他是担心中间有问题吗？那么我不明白。你不明白。为什么要挡那个？哦。就刘老师刚才您摆的那个招啊。嗯。我能想到的最黑棋最狠的招法也就这样了、嗯、比如说我先扎一个，您觉得怎么样？扎一个这个棋我再挡一个，那很厉害的。哦，您就现在可以挡，现在可以挡了，都两个子了。 那我之前是不是先靠掉它算了？哎呦，那不可能，太俗了好像、嗯、那不可以、嗯、因为我本来想是靠完了可以断这个、哦、所以我想扎一下然后外面好走一些，比如说我可以跳到前面去。嗯，但刘老师一挡我也不会。对，这个就是说朴实的兼一个，嗯，再高深的话，那就是说不出，我说不出他的怎么样。但是呢，十月的理论可能就觉得中央他不怕啊、哦，哎，觉得有招，哎，就是我自己处理啊，这个不怕死，他觉得会对跑，他觉得这个拐比这飞下去要大，一下大，他的判断，对对对对、嗯，应该是这样，所以他选择的是这个。这个白棋那李世石的招实在是太狠了，这样的他先挡着。他挡一个是难道让我补脚吗？对，这人家不可能单张粘上。对，这毫无疑问、这个不明白，这个不行、嗯、这个被黑棋拐一个那就不同。刚才你说这靠段都来了。对呀、啊、都有了、你的补小尖。对，补走这个。嗯，小尖这个棋呢，这个脚啊已经是杀不了。嗯，这个脚是你进活，已经活了。对，那他就可以转手来封你这个白棋了。他如果跳一个也行，尖一个也行。嗯，他走得更狠的是走这个。他顶一个，顶一个，你长一个，他跳一个。这个棋如果你没有什么冲断，也没什么威胁的话，直接威胁你的死活。这个比较好。这个棋我觉得白棋有点困难。刚才没尖出去，真的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挡在这儿走一后手，让人家先动手呢？嗯，这个棋不管怎么说，其实最简单的朴实尖一个最好。嗯，李世石有时经常出现这个，你经常看是当然的棋，他来的。对对对对，你看到过这个？出人意料的，这经常有这个、是的，他个性相当强，嗯、没错，鲜明。嗯，有时候他的招的确是特别的好。对。但是呢。也有的时候也有看错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像今天这样吧。对，简单尖一个是我们常人所经常的常人用的招。对，李世石呢也许是天才，他可能不是这么非要频繁的那么就走一个尖，他觉得下的太简单了，不是他的风格，不是他的风格。需要有点特色。嗯，他是这么下，但是这个后面的路我总觉得还是很艰苦、嗯、我觉得是这白棋这个就看到现在为止实在是看得不太好，这样你就艰苦了。嗯，那他是艰苦归艰苦，他说我这还有招。对，他要这样那就打劫了。这个是啊，那打劫你刚才不是走的路很畅，你弄个劫总是太累呀、啊、不觉得是什么好事儿。哎，很累。嗯，这个棋的确是，不管怎么说，我是这十个八个九个都是要尖的，我觉得是这样。对，我也觉得是我要尖。要尖、不尖出来。不尖出来，尖出来白棋，其实我觉得黑棋还很累的，那在中间折腾。对啊，对啊。你能折腾出来就不错。嗯。但是尖出来，不管怎么闭着眼睛先尖出来，你在你中间，就算你活了，那个形势也不差。所以说，告诉大家棋友的朋友们。这李世石的招还是不要随便乱学了。他主要李世石。我没有他那个掌控能力，也没有他那个心机的能力。他是艺高人胆大，要下的有精彩、有火花，他才高兴啊。那么现在这个他连麦的人家给你打劫了。是的。是吧？打劫。对。踢掉。对，他是这样，他给你这么做一个劫，当然是劫是有棋下，但是这个棋总是。嗯，你劫现在劫财也麻烦一点儿，白棋冲了一个，那冲总是一般是不愿意冲的，因为你当劫财这个棋总是不好。嗯嗯，提劫，对，
然后黑棋这儿飞，这都是现成的劫材，他不需要去别的地方对，本来他也要走这步棋，本来也要走。嗯，我们这步棋是不错的、嗯、啊。虎到底下。对。然后黑棋提劫，对提劫。在这儿，嗯。白棋得继续找劫。再又冲一个。他又冲。那你这个棋都是不愿意冲的，他就都这都两个两冲，其实是损的。嗯。然后接下来黑棋继续找劫，在这儿顶一个。顶一个，对，这个也是，也是顺手劫啊。嗯，挺好。但白棋呢，他这里要求变了。他本来按正常的话，他就是应该这么应该提，他应该比如说这么硬一个。他应该他提劫、黑棋提过来。嗯。然后接下来呢，白棋要找外面这打吃的劫吗？应该是断打。打吃是这样吧？嗯。比如说这样。那他断你一个做何想？也是劫材啊。嗯，对，这断的时候就有点难受，我不知道这打在这儿吗？这是正常。对呀、啊，他那个劫他就不好下了这个棋。嗯，这不好下了，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这个棋。就说这棋黑棋的劫材啊，这儿很多。比较有利，这样。嗯，黑棋劫材很多、嗯。是啊，他下这样断一个，你很不舒服啊。是的。你是猴一个还是走什么？这个棋就不舒服。嗯，所以这样就。常规的说，感觉是黑棋有利的。嗯嗯，那么他就出的奇招了，他走别的了。现在这个劫在白棋手里，是吧？嗯、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搬的，他顶的是他顶着找劫。黑棋顶，白棋搬了一个。对，搬的找劫。他要求，在这儿啊，不是这么简单的硬劫，有一些变化产生。对对。嗯其实这个十月呢，也是个非常强的栗战棋。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十月下的，我们现在一线的都是栗棋，是都是栗棋。但栗战李昌浩那个时候的官子神啊，这个都已经看不着了，不复存在，都很少有啊。过去呢，像日本的本格那种类型的也很少有，很少有。主要是以中盘力量来中盘力量著称。现在那个李世石给他动力量啊，嗯，其实他十月可能还暗暗高兴，哎，他觉得你这样给我动力量，他正好正中下怀。你看他下的，你搬在这里想找劫呢，他想搬一个，你断我再断那个，以后这面打了贴都是劫材。那样当然是不好了，是吧？搬一个。那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黑棋先断了它一下。断一个，对，这个交换一个次序，这个很重要。一会儿就断，有可能不一样了。对，有以后有一些利用，嗯、这个、有利用。对，你看这儿打都是先手。对对对对，有真的是不同。嗯，对。他这个时候他干脆走得更狠。他提劫。他提劫，这个棋就是有。是这连这个都不交或不做交换，是最效率要追求最好。对对对，他最狠的是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人家打吃怎么办呀？打吃他不粘了，他要这个，他要拐出来。但这个能放出来，这个对，这个当然是这个放出来，当然很大。嗯，但是他把那个底下粘上之后啊，粘住，把你这个给吞进来。啊的确，你那个等于本来是白棋啊，嗯，猴在要带拐，这个如果被吃了的话，你白棋没有得什么呢？你如果只是打赢这个也没意思，对，本来你都有拆，嗯，那个死掉那太亏了。李世这个真不可理解，亏，我觉得要是如果你那儿没有特别的手段的话，你这个是亏的很多。他又是刚才直接硬劫呢，他又觉得这个劫材不够，不好打这劫。我找这个原因，我就觉得是刚才没接出来。哎，对，就最简单、最朴实的，就其实是最好的。对，就接出来就挺好。你非要是去愣要是挡一个，你先那个这四颗子实际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嗯。你去惹出一个事儿，被人家一腾出手来，这一拐你肩一顶，这个棋就已经被被动了。对。被动，我觉得被动，反正是，确实是，常规的人下都是被动，你除非你特别的厉害，天才，你这个有招才行。现在我没看出什么招，对，现在你无非是就是这个跑出来，嗯，是这样吧？白棋长了一个，这长出来，就我们看到他白棋所能得到的东西，就这儿拔了朵花，但是这朵花呢，它拔的不是地方，它不是拔在这边，说把空围住了，
他让人家头啊这样杵出来了，现在黑棋就拐一个，他这头往中间去了。个这个棋，啊、我怎么这个气呀、啊？这个气明显白棋气不够啊，嗯，气不够，这一点就没气了嘛。对呀、啊。这个气不够。但是黑棋它中间它不肯被人家夹住，所以它还拐出来了。不明白，这个不嗯。明白。我觉得这个棋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有问题，那我就不明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嗯，前面的问题出在，现在我觉得是明显的黑的好，啊，因为我也喜欢战斗的。我觉得你这个死了，这在这个地方打劫，就这个挡，嗯，首先是最让人不理解的。本来说我说不走那个挡这个也可以，挡这个不让他过来，打就那个挡是这个吧？也可以。嗯，我觉得，这你要是比如说顶完我那个这个棋冲断加一个这个棋，就黑棋还我。是的，是的，哎，你如果走这个，嗯，嗯，我这个棋。加对，一个，然后哎，度过，对，就这个现在，棋我倒觉得他嗯。黑棋没有办法，这地方我再尝尝再走也是活棋，对，白棋这外面气很长啊，黑哎，棋再没法尝收。再走也还是活，没关系，那个棋脚上这个棋就，嗯。他关最关键是没有尖出来之后啊，他还没挡这个，我就不明白这个棋是最朴实是尖，要么就挡。对。就刚才我觉最得，效率最高就是挡。您下的尖出来不挺好吗？这黑棋能怎么样啊？你要挡下来先手，那尖的当然更好，啊，那是，是吧？那个先效挡率着最一高，下是吧？他是没有走，然嗯，后去挡的是这个，除非是这个地方有那什么棋，我如怎么果说能这样，嗯，怎么走一个你跳一个就吗？那当然粘就上哎，你吗？粘上是粘上，补的，然后哎对。白棋可以尖出来。对，那个这四颗子你能吃着我吗？也吃不不能，着，吃不着，对显吧？然不能。显然不能。嗯。这是醉驾，这是我觉得这个是黑棋，我倒是喜欢下白棋这样。这白棋不是下的挺舒服吗？看着底下也有眼，当然是头这也个端形出势，来这了。形势最好。嗯，是的，这黑棋也不是很好办，好像这个时现在。候应该说，前面那个黑棋这个，比如说便宜了。或者李师看错了，这都回来了。现在应该说是我喜欢下白棋。但是就那一招棋，他挡在这白儿，棋挡这个，嗯。让黑棋这一拐啊，你还得去尖一个，嗯，这被顶了，这个就麻烦了，这现在就不太好办不好办了。了。嗯，对，这个就不好办是的。了。这个。只能是，我觉得你还有什么招啊？都路就只有几，就这几这几行，条路这了，几是吧？条路没了，路了。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嗯，走这个。他可能说是以为是这样啊，补一个。虎一个，但是人家补上之后啊，以为是先手，实际上是后手。他这人家一靠，这是死的。对，你这粘上他一挤就对完啊，你了。还得补这，不走这黑棋一走，这不是就死了吗？对呀、如果你是这么做活的话，你想想，该黑棋下，啊。嗯。我觉得该白棋下还有的下，该黑棋下，黑不棋会啊，是吧？往前走，这这个招太棋就多明了。显的亏了。嗯。你太狗缩了，这个嗯。是吧？那么不得已，那么看后来，那就是只能往这条路走了。对。那的黑棋这个棋一拐是吧？拐这个，白他一棋连扳，扳，那就打劫。打吃。那好像这个也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只能嗯，是这么突围，那就比较麻烦。他在这儿飞一个，飞一个，那虎过，再突围，提踢的，掉，再突围再冲冲一一个，个，对，这冲两下其实已经很难受了，已经损了，在他很不顶的时舒候服。也是个好的劫材对，黑棋一顶，呀。对，他一看那断的话，一提那个本身断又他又劫材又不嗯，够了，没有地方
这劫财没有啊，没有劫财，全局无劫，所以值得就是找一个出处就搬。那这个时候，白黑棋你要说单拐被他这儿打一个，他不舒服，这还算劫财，所以干脆他就他来求转换了。他先提断了一个。啊，断了一个，那是断一个，那边先交换一个，跟这个挺好，十月这个好，然后他白棋打吃了，对吧？打吃，然后形成转换。我们看、这个抓掉，把这抓掉，他把那个粘上。那这个时候只有因为那个先断了之后，你挖也没有了，都什么都没有了，只能是出来了，冲出来。对，断掉，他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他把这个尝气，对，那个就当做他死了。他不肯说黑棋直接点死他，点是点死了，三气，你加速他，不，那不，他本身你让白棋走也死了。对对对，所以他是先肯定先出头，不让人家把他头罩住。走这个，走这个是吧？长一个是吧？双一个。那个白棋这儿拐了一下。拐了一下。这底下还交换了一下，我看看。他是先搬的一路。嗯。我们先搬一路。他是先搬这个。对，先搬一路。搬一路呢？这个应该说是白棋搬一路，他侯一个其实正常的，侯一个也正常。就黑棋单侯一个。哎，单侯一个也可以。这侯一个不是很普通吗？是普通，但是他为了挤那个气，他想追求一下。追求一下。侯一个也是可以的，其侯一个白棋也没什么。对。白棋也没有什么。实战呢，黑棋粘上，粘上，粘上有什么好处？接下来可以靠断。啊，是这个上面不同。现在你不能尝，尝了它点死了。对。那个气不行，所以你只能做眼，只能做眼。白棋做了。做眼，他要打住。哎，这个黑棋追求这个效率。但是这个棋，他搬。那白棋先拐了一下，中间先把它收住，对。啊，直接走这个啊！对他先拐了一个，拐了一个，然后黑棋把它粘上了。哦，那个棋拐一个还不是先手，这个棋是后手，里面是个大劫。对，大劫怎么说？你如果粘上，反正你锦气我都做，你粘上我也锦气。白棋粘上，哎，对吧？粘上他就他立就行，他就锦气。啊、你搬这个，这样进死了。搬在那儿，他是因为那个紧不着气，对，这白棋差一气了，对，所以你不能粘，不能粘，还只能那个紧着气打劫，是个打劫活，对，但是呢，你想你这个劫被他这个粘上，这个地方还有东西，好，我们看，他粘上之后啊，粘上之后白棋赶紧先糊，对，再不糊就不行了，这。黑棋大踏步往他把里面跳进去，把他空给趟进去。我很高兴，我本来就想走到那，就要趟到你的空里面。是，他现在就是那个棋了，看怎么办。那是个劫。他先把这个断掉了。哦，他断了。对，他断白棋断了，断了白黑棋是这么走了，他也不打下去，打下去那脚上劫财很多，不是有味道。哦，他是干不是是这么来的，他是这么。直接从下面，他觉得我把空围住就行了。围住你的走这个，干脆我就活在上面。他这个是强的，强的下法。是的。太强了。下的太狠了，是吧？所以我就说，他们这个年轻的一代啊，九零后的棋手，这棋就是没有最狠，只有更狠。这个也强。下的特别狠的。把这个走掉，你看要这么吃它。他也不现在，干脆就跳一个，你也吃不着。这也太难吃了吧！这块棋。哇，他现在这个没法吃，他这个利用很多。哦。利用很多。这个棋，这块棋，反正黑棋是没什么吃不掉。现在就是说，你这是个棋筋，你关键你这个如果能够起死回生，那还行。但是如果你那边就算棋，这个地方有一个断。这个他还有个回家的地方，这黑棋靠一个，他就把棋筋吃掉了。哎，这儿有个靠呢，他三个掉了。哎，他那儿还有一个后路。对，刚才之所以要接在这儿，就是为了这儿这个。所以说，这个他即使输了，他还有一个后路。哎，不怕，他心里他这个呢也不容易吃。现在的白棋就是看那个棋怎么样。白棋现在唬住了，他要先把你的后路给灭了。把那个炮给灭了。对。他是唬一个。
主要是黑棋中间这块棋没活，那白棋这个劫必须得打赢啊。是是是，他是虎了一个啊。对，黑棋提劫。对，提劫。然后白棋靠一个着急，靠这个。这个。板这个也很损呐，有可能就损进去了。哎，这个要是能出棋是吧？出棋好啊。最狠的是这个，挖一个，挖一个，他就这样打吧，只能。然后他您这样都打过，吗？对，都过，对，都对，过，对，提掉。对，打吃接上虎一个。但是他这个有个靠，对对对，有个他靠，就尝一下，然后有个之类的。靠，哎，这个靠有点不舒服，对，靠的就只能往回缩了。那靠有点不舒服，哎，这大概这个可能还只是便宜这一点呢，还不过瘾，可能不够还。是吧？不，你还确不实足还以。不足以能够，达到那个心理价位，不能靠，不能说是那么度过，对，所以他实战的是搬了搬一一个，个，搬一个是狠的，搬一个狠，搬一个行，这个黑棋也有招啊，啊，你不是这儿要度过然后虎吗？啊，对，我先刺你一下，刺一个比较哎，狠，刺呢，如果你粘上它便宜对，了，这个也是考验你一下。考验，对，他是冲一个他哈，不肯忍，冲一个他粘上，是的。那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要，你如果走别的，他这一打吃就给你全兜住了，打劫给你全部摁进来，你得补这个了，必须补一个了。对，然后黑棋就长了一个，那这个长也很大，你是这碰了也没有什么效益啊。的，那就那一提块劫了，吧，这个劫太重要了，现在，对。那就那一块了，那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黑棋啊很厉害，他说你这不是要出我棋吗？这接下来我先把你这个能出这棋个的又地抢方一步，全那一部都步干又掉。置那个于不顾。如果你把我那个打赢了，那还这个后路也断了。这个那都关键劫财了问题，对，劫财看劫财了。但问题是白棋这个劫是不能接上打的，接上我们刚才摆了的那有一个个是例，死的，那外面锦气喽，是的，它是锦气吧？他先爬了一个，先在这儿，这哦，好像爬，是要先自手。照劫财吗？这是，那他对，先做活，先让你那个什么呀？哇，这都走了一串点了，啊，都走一这串，局部是近死，局没部有是用，死的，但是是呢，的。外面有点断了，利用，他是走了一串，他断了一下，断了一下。打吃，哦，那然后这个终于开始要打这个劫财，打这个打劫，这个劫了，他走这个。他粘了一下。这个时候我很奇怪，刘老师，他为什么收气不是收这儿的呢？对呀，他怎么收在这儿呢？我不明白。应该收底下。对，这个如果说白棋现在收在这儿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锦旗劫，反对，正是锦谁旗劫，打赢了谁就把对，对方没错，吃了呗。他无非就是多了一个对劫对，财而这已，就一个劫财嘛，多一个劫财，就一个呀，一个在第二个是损劫，第二个是损劫，但是您站在这儿的话，那差一手其实是差不得，那这差飞了，简你直试试是，这个就给大家。我不能理解。一个需要问他的一个题目，他是应该锦棋，对呀，他怎么不是景而气的呢？实战我们的棋谱不是这个，他下的是这儿，这儿，结果走了一个很奇怪的了，对。走奇怪，而且下一步关键是没有吃你关进，键你粘上你还没吃掉，他因为走这个呢，我们看打劫就不同踢掉，然后白棋跑了一个，了，这顺手劫，刚才其实你要早打劫，这个断的都是劫财，他是走啊，了一堆呀、啊、这儿。这个简直是不明白，李师这个我不明白，想不他明这个白，也是个劫财，尝对一个，吧？接上，哦，这然后踢了一那个，这个棋不明白了，他下什么呢？他他是挡了一这下挡吧。一个，是个劫财，但是这个劫财没关系，那个就还是个打劫啊，脱先多了一手棋啊。关键是人家，十月他先把这个抓掉了，那多走一手棋，多走一手棋是挺好，这个对，挺好。抓完了之后发现这劫，你粘上了依然是个打劫，这就是刚才没有搬在底下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么简单的事儿，难道那他，个和刚才那个，如果一路搬呢，差一手棋，是啊，这明显差，多了一个这个棋。对啊。那个，这是李世石，他觉得这个劫要么就打不过，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这儿多一个节就够了。不管怎么说，这盘棋李世石让你不明白的地方有点多，有点多，有点多。他除非一个，要么就是我们觉得他是天才，要么就觉得他真的是下的不对劲，可以受到批评。对，这盘棋好像状态不太好。哦，那要么有很多简单的东西他看错了。就是除非他天，要么怀疑他是天才，是跟我们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们觉得他再天才，这个也是个基本的东西。李世石个性非常强，对，是的。他的棋也真有奇才，经常他很乱局或者我们看着无理的棋，他能够转回来，对，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棋，一个是这个地方他被人封住，没有尖出来，或者没有挡住，对，这个倒是还有点那个，我们可以探讨。嗯，但是这个打劫插一手棋是明显的。对，这不是很明显，这对杀的时候他会犯这样的错误，差很明显。现在是他粘上啊，我们看白棋打吃，黑棋打吃，黑棋打吃，他没有办法了，你这个不能被提啊，提了先手，然后把对啊，他只能粘上，结果还是个打劫，那你这个多走了一手还是打劫。这个就差一手棋，这个我们会算，这个这一手棋我们看得清楚，主要是太简单了啊。这个差一手棋，那你那就不同了，那白棋可以随便找，这黑棋就很随意了。他刚才已经多割了一个了啊，他为什么要提到这儿，就是因为跟棋经有关系，我再断打一个，然后你要冲呢，我就先手提，然后回头再还不，你要吃棋那个他叫响吃啊，哎，对，那走成这样的话，这个也死了。这个呢，基本上你也这个劫才你这劫也打不赢，你要打赢了，我就把先手这个吃了。吃了半天，本来都是你的空，基本没多两目棋，结果呢，你这儿损失惨惨，都是惨重的，都死了。所以这个棋呢，到这个时候李世石就认输了。嗯，真的是不是不是很得意的棋。这今天这盘棋看起来李世石发挥的不怎么样。对，啊，对。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石月是中盘战胜了李世石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广西队呢那个时候正处于保级圈呢啊，对啊，是。那今天这盘棋呢，我想这一代的乱战给大家印象很深刻，反正主要是告诉大家一点，出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的棋呢就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